好朋友，今天真的这神秘嘉宾，台南总是给大家最好，台南诚意十足。重量级嘉宾邀请到美华园三大台中来到我们记者会的现场，来陪伴所有的朋友。好，那当然除了我们的老师们之外呢，紧接上来我们也请光源帮我调整一下我们的队伍哦。那请我们孙老师帮我站到这个。